生活在越南最北端的巴丁族人，那里的姑娘不仅仅是她们有一双非常灵巧的双手，她们编织的图锦和她们的服装给北越的文化增添了许多的色彩。下面请欣赏由越方带来的节目舞蹈那里比的文化舞。拥有中国发展的南方广播台的口条，拖着的民族口头，拥有中国暂时而言优点天为说共产党发展的南方广播公道主要等三方广播公道主要等三方Thank you.